九號 Eden， 你都勁喎！終極大獎啊！聖誕樹啲 friend 嘛，請揀選三人拍攝一段最少二十秒的短片，題目為聖誕快樂。Eden 係做導演嘅，哦，咦，你做導演？正正。你揾啲幕後拍下先有趣㗎嘛？姐姐姐姐 ，Albert， 仲有一個，加埋膠板。阿 Max 啊，好啊，依個叻叻啊，仔叻，係都俾咗 Jeffrey 用啦。等等等先，首先話係，先同阿 Max 打個 Karen 打十秒先。喂，你有冇諗過我想？我係導演，喂，尊重翻導演好喎，尊重翻導演好喎。冇人想睇啊，聖誕唔快樂，教你講。導演，睇完之後即刻會嘔啦。觀眾想睇咯 ，OK， 你拆禮物，佢係禮物。可以嘅，你講啊，嗰廿秒係點樣啊？我諗下先，一陣，少時間你諗。好啦，咁啊，恭喜曬今日所有得獎者，生日快樂 ，Emma 體重啊，好 cut 啦。聽導演講一次啊，係導演，係，落啦，唔該過嚟，係，好嘅，你做啲角色，係啊，阿正好 Q 啊。屈辱咩？成就人，终身监禁，骑住鹿仔打雪人。为咗面口咧，系用呢边打嘅，系啦，即系你要咁样系咪啊？系咪啊？过翻嚟先。其實咧冇對白仲難演，我相信你嘅演技。即係個喊嘅，所有喊唔喊？係啦，愛心戲。係啦 ，OK， 好咁樣就咁。好，準備三二一 ，Action！ 聖誕老人終身監禁，騎住鹿仔打雪人，遇到靚妹惡殺惡婦，遇到家人取歡。